美国政府需要你哋去做一件事，你哋会联合特种部队去进行一项高度机密任务。任务未完成之前，你哋嘅身份仍然系囚犯。只要完成任务，不但恢复你哋嘅自由，而且可以成为美国合法公民。漆黑之际，伸手摸索每寸旅途。憤慨說哪裡是出路，輕輕感覺，輕輕追索，哪怕渺茫，你發覺這暗角我也在張望，呼吸會轉過、怎麼追究，應該相信世界裡頭会有我，还会有我，永远在左右。怎可感慨？怎可追悔到这里来？忘记说过，唯有这里有使命等待，方可以更改未来。即使有委屈。双眼已沙，请你抹干它，看远方。即使有隐痛，夜眼满腔。